依法出生分第八，须菩提，一意云何？若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，亦用布施，世人所得福德，名为多布。须菩提言：甚多。世尊，何以故？就是福德既非福德性，是故如来说福德多。若复有人以此经中受持乃至世纪记等为他人说，其福甚彼，何以故？须菩提，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，皆从此经出。须菩提，所谓佛法者，即非佛法。这一段，我把经文念完了。现在讲第一句：依法出生分第八。所有的佛法，这里面已经提到了，都是从这一本经典出去的。所有的佛法都是从《金刚经》出去的。释迦牟尼佛讲的。前面这一段是释迦牟尼佛讲：须菩提，一意云何？若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，以用布施，世人所得福德，名为多布。就是释迦牟尼佛讲的。须菩提回答：甚多，世尊，何以故？是福德既非福德性，是故如来说福德多。再来这一段是释迦牟尼佛讲的：若复有人以此经中受持乃至世纪记等为他人说，其福甚彼，何以故？须菩提，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，皆从此经出。须菩提，所谓佛法者，即非佛法。这是佛陀讲的。所以要分出来，什么是佛陀讲的，什么是须菩提讲的。你们要看清楚，前面这一段是佛陀讲，中间这一段是须菩提讲的，后面这一段又是佛陀讲的。依法出生分，佛法是从《金刚经》所出生的，这句话就是这样。依法出生分第八，佛法出生是从《金刚经》开始出生的。